今天是端午节的第二天，祝朋友们端午节安康。虽然端午节前大盘就出现了连续杀跌，但是仍然处在一个上升趋势啊，这个呢大的方向没有改变。那么大盘已经横盘了这么多年，如果往前看8年多，往短了看就是这一年吧。这一年当中，从去年10月份这一波大的上涨，你看着好像挺大，实际这个高度并没有多少，从下面到上面至多也就是500多个点，那是不多的。那么按照整体来瞧呢，以咱们这种大盘现在的估值体系来说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包括中字头、中特估涨得很不少呢？主要的原因就是大盘在这个位置整体估值并不高，尤其是外资，为什么蜂拥而入啊？不就是咱们这边估值还相对低吗？那我们看几大项就可以。你看中字头，包括那里面的几大品种，什么银行、保险、券商啊等等，这一系列就这些支柱类的，这不都是估值并不高吗？那么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很多人呢，虽然说指数上你看着好像在这儿，并不高，但是有一些个个股却炒得已经老高，所以说他们进行轮换的时候，往往在出现杀跌的时候呢，就会把我们的恐慌盘杀出来。更主要的就是我们啊，散户嘛，不就是哪儿高往哪儿去吗？一旦我们追高的时候，人家往下一跌，就把我们扣里了。这个是让大家现在心里头比较不平衡的，就是上涨的时候呢，没把我们带上，下跌的时候我们就挨打。换句话说，这里面就是一个左右挨耳光的事儿，左右挨打。刚把自己那个低的东西卖了，结果人家上涨了。现在呢，可能是啊，我们刚追到那些个上涨好的，结果人家开始回调，又把我们给埋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弄得呢心情挺不好。但是现在就在节日期间，咱们平心而论，股市它不是一个造钱的机器，它是由于啊，不就是大家来跑这儿来一个融资的功能吗？实际说到家话。股市本身就是一个零和游戏，就是谁有本事就能赚别人的钱，因为股市本身它不造钱，它本身就是一个融资的这么一个场所，所以大家也看开点。如果说想在这个市场上，能够存活的久一点，那么不得不从3个方面来一起来研究，比方说基本面、消息面还有技术面，这都得不能少。消息面呢，主要是看一些东西的起爆点，比方说这个位置。为什么上涨啊？它首先得先发消息，但是发消息之后，哪些东西先上涨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往往是那些个基本面好的东西上涨，而另一部分呢，就是跌得多的那些东西还上涨。这不就是基本面好的，叫做跌时重质，人家质量好，本身业绩好，没有什么瑕疵啊，所以未来他们上涨就快。还一个呢，是跌得多的，我们也常说那句话。位置决定性质，由于下跌的多，那未来它上涨的就大，就跟弹簧一样，按下去之后弹起来得大。大盘呢，说到大盘，现在这不就前些天涨高了，涨高了之后就下来了。但是从技术上我们看一眼，刚刚我们说的是基本面、业绩呀、各方面。那么从基本面这块你来瞧一眼，大盘这儿出了一个这儿叫做顶背离结构，这不这里出现顶背离吗？这儿又出现一次顶背离，看到没？我给大家写的更大一个级别，所以说这儿出现回调也理所当然。只是说我们啊，有的时候光是一厢情愿，总想着大盘说只涨不跌。真的大盘，你想想，就是今年开春到现在，不算5月9号下跌这一段，之前这一波赚到钱了吗？很多人还是没赚到，为什么？不就是忙着追涨杀跌吗？所以说自己心里头呢，一定要有个主意。好了，大盘的事儿呢，我就说到这儿，给大家打个气儿。大盘每年都是这样来回震荡，但是如果你拉直了看，就像今天我早播报跟大家说的，我们回看大盘30多年历史，不是一路向上吗？如果真的说能拿住的话，只要这种东西不被边缘化，换句话说，这种东西业绩要够好的话，拿着好像都能赚钱一样，是不是？关键看我们有没有耐心。那么现在为什么今天又谈到这儿呢？
就是大盘现在这不又跌下来了吗？跌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杞人忧天，怨这个怨那个，谁也不要怨，只能怨自己呢，就这个位置选股能力不够，拿的那东西不好，那叫啥？经师不到，学艺不精，谁也不怨。炒股嘛，就是你要有能力就赚别人的钱。那么现在这个位置，我为什么大盘跌了，咱们又开始重着说这句话？大盘跌的时候，机会就是跌出来的，所以呢，咱们利用这个时间节假日嘛，跟大家说一说，现在我们应该扎堆好好脑袋想一想，就是到底哪些东西呢，我们手里头不应当有，而哪些东西呢，需要配置。今天给大家的带来的小道加餐是这个版面，大家来看啊，别看这东西，我们这个把它抛除掉，别以为这个是大盘，你假如它就是一个个股的话，这不就是涨多了回调很正常吗？那么回调之后到一定的瓶颈，人家就开始上涨，这也很正常，跌多了还是要上涨的。那好，那我们看另一个啊，就是电力板块。电力板块都有什么呢？咱们先说电力板块，比方说绿色电力呀、清洁能源呐、包括啊清洁能源的是核电又是水电，咱们还有什么生物质发电，包括风电、光电，还有一些个现在海上叫做波浪发电，就是有很多种啊。不单这样，现在有好多个绿电我们都不就没听过，但是现在呢已经恰恰出来了。所以在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时候呢，或者是说他们在市场上还没占到主导地位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得不还得观看一些老的传统的东西。以电力为主的我们国家呢，多部分电力还是说靠着煤电、火电，就火力发电来对抗的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大家瞧，这个是电力板块，我们为什么把它拿出来？如果放长一点来看一眼，放长一点，之前这一波人家可是大涨的。哎，那位就说了，说从底下涨到这儿，看这个是两三年前，如果再缩小一点呢，就三年前，人家到现在电力是不是一直在涨着呀？那么我们不禁要问，三年前你说个股价呢，如果现在回退啊，各个股价回退三年，是不是按照三年前那块我们现在并没怎么涨啊？大盘横向震荡，如果给大盘翻出来你再一看三年前是啥样啊，三年前可不咋地呀、啊、大家缩小一点，你看得很清晰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样子，很不咋地。但是人家电力呢，人家电力涨了呢，是不是算是盆满钵满？大家仔细来看啊，我们看的它的是价值。那么它涨高了，为什么会涨高？就是有人把这东西不是炒高的问题，就是它本身也有一定的价值。那么这个就谈到了电力的基本面。我们国家你电力的最主要的不还是火电吗？火电它现在涉及到一个技术改造，那么随着现在我们的就是成本在降低，成本为什么会降低呢？主要就是原材料煤炭嘛，煤炭从1100现在又掉了800多，可能未来这800多呢还要降。那么我们不去管，咱们就说这一大阶段，这一大阶段煤炭的价格掉下来了，那电力的价格呢？电力价格实际呢，我们现在电力、水还有一些天然气这些东西呢，都通称为我们国家的公用事业。公用事业这些东西原本是不能涨价的，就像粮食，为什么我们在粮食每涨一分钱的时候都特别谨慎呢？这个就是关于到民生的问题嘛。电力这些东西也是，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电力啊，现在又比较一个紧缺的阶段，如果这个时候一旦就是电要是涨价的话，人们老百姓又开始不平衡了，说这你看各方面生活成本都这么高，是不是又怨声载道了？实际这个呢，电我们回过头来看，实际这么多年并没有太涨。那么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整这么高？实际人家这个背后呢，他们的赚钱逻辑就是靠天吃饭吗？对呀，如果说现在天要是啊，咱们天热，那么现在它就价格就好，我指的是他们利润就好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这里面更深的我们不便于深说，大家你就吧嗒吧嗒嘴儿一撒舌，你也就明白这是咋回事了。一切东西要想这个东西利润要是增厚的话，那么就是两个，第一个降成本，第二个涨价，就是它提高利润嘛，就这两个方面。那么它这都来了，
一个是成本降了，原材料吗？不就是煤炭吗？那么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这个地方涉及到一个煤电联动。那么现在别看煤掉价了，但是电啊，它并不掉价，电那个价钱一旦涨起来，它是掉不下来的。所以说大方向基本面上看，电力呢是一个长期而且稳定并且收益非常就可观的这么一个行业。现在为什么我拿出电力来说事儿，说的基本面的逻辑就是，现在有很多不单单是国有的一些大电厂啊，还有一些企业现在呢，他们也在自行发电。那么这个未来还涉及到一个并网的时候，这可不一样了。所以说咱们把这个电力板块拿出来说事儿，你比方说这个叫做绿色电力，你看绿色电力虽然这个板块啊出来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是不是它走的也算是平稳，对吧？那么这一段算啥呀？这一段大家别看这一段啊，把它这段消掉是不是就没啥了？这种尖底或者这种大形态，这是洗盘也好什么也好，咱们不去管它，给它略掉。那么光看这个，他们现在走的这么平稳，一直在零轴附近，为什么呢？这不就是他们业绩稳定吗？更主要的咱们还要说，不单单是绿色电力，我们还得说电力本身。现在我们不说基本面的事了啊，我们说它的技术面。来看这里技术面，大家瞧，细心的人就会发现，哎，它每次到这个白色线的时候呢，哎，都有所表现。看跌破了白色线就有表现了，一到白色线附近呢也有表现。这个白色线是个什么线？这根白颜色线就是半年线，半年线120日线吗？现在又回来了。按照这种技术分析，那我们如果再往前看一看，就是这儿，或者再往前看，当回到半年线附近，那么是不是它起来，也就是这里是有机会的吗？对不对？机会在哪儿啊？不就是位置低吗？那么它现在咱们指的是绝对值，它并不低，因为绝对值我们放远了一看，几年来它这不都是翻倍了吗？对吧？三年以来这不都是翻倍了吗？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看今年，因为有一些话呢咱们不得不说明白。有人说这不都是搁几年前都已经涨了这么高吗？那我要问问大家，昨天吃饭没？昨天吃了，那今天为什么还吃呢？就是那都是过去时已经消化了。换句话说，人家过去涨了这么高，或者过去这么多钱赚了的啊，那都已经消费了，或者都已经花掉了。咱们不要看这个之前那么多。有人说那为什么不看呢？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股王毛龙头吗？毛龙头从100块钱、200块钱、300块钱，最后跳着脚的往上涨，涨到了1000，甚至涨到2000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实际啊，就咱们国家电力企业照顾这些东西呢并不差，只是差在一个地方，人家毛龙头想要自己利润增厚，只要发出一个涨价令就完事儿，是不是啊？每瓶的酒涨50-60块钱，那么利润就翻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瓶的酒，就再贵的酒，成本就是50-60块钱。咱们曾经做过专题的这个啊一个节目，在这儿呢就不深说了。电力呢，电力可不是，电力它现在呢，由于我们国家是国控，现在虽然很多私家企业呀，还有这些民营企业呀，还有一些个啊，咱们指的是这些个股份制企业呢，都参与到这个电力行业，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形成一个主流。不过现在可能要变了，因为我们这国家的这个电力呢现在实在太紧缺了。看到没，我说到这儿又开始引入到消息面，大家记住啊，这是技术面。技术面现在呢回到了半年线附近，这里面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。所以说咱们拿这些东西出来说事儿有好处。你主要看两样，第一样，为什么这几年别的东西都跌了，而人电力不跌反而上涨，而且涨上去之后不但不跌反而能横住，这不就是它的强势吗？未来它上涨的时候，就是在这儿上涨的时候拖后腿的少，这就是技术面。那么我们再来说消息面，消息面给大家带来这个，你看一眼啊，这里说我们国家6月份以来全国多地现在启动了这种高温预警。因为现在呢这种持续高温情况下，多个省现在已经啊就满负荷运转还不够，
以江苏省为例，江苏的电网，那么日均在这块负载量呢，应当达到1亿千瓦时，日均呢、啊，每天呢、啊。可是现在呢，就即便是这样，我们已经高出平时的10%了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最近我们国家就，咱们是国家电网啊，国家电网最大的负载量现在呢提出一个数字是8.6亿千瓦时，这个呢已经同比增长了7.8%。这个7.8%，那么跟江苏这块10%一比，是不是这个地方应当有缺口？局部这个地方，我们是拉低了全国的水平，也就是江苏的地方高，是不是别的地方就得低？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就这么多量，如果都泼到这儿了，别的地方就不够用了。这就是咱们的消息面。那么结论是什么？现在呢，考虑到如果平均起来就是6%的这种用电量的增速，就全国这样的啊。那么现在新增装机量已经远远不能覆盖我们现在用电量了，那么结论就是在这儿呢，就大概率无法满足电力负荷要求的时候，那么会怎么办呢？这个位置还叠加到现在全球不就厄尔尼诺现象吗？那么这种现象它现在没有办法一时轻易的化解，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久，那么这个里头我们供电需求这块缺口就继续增大，那么一旦供电需求缺口增大的时候，就电力紧张问题就亟待解决。这个我刚刚说的是消息面，消息面这个就是今天早间我给大家做早播报的时候说了一条。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好，大家来看，第一，我以电力这个板块为例啊，电力板块呢，它有上游、中游、下游。那么我们不妨倒过来看一看，就是用电企业在消耗电的时候，实际他们为什么消耗电？那不就是为了生产吗？包括我们老百姓为了生活条件呢，我们上一个台阶捂得热了，我们就安个空调。所以说下游企业呢，你再从这个空调机上去反映，就是制冷设备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想想啊，这些制冷设备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就是啊，又有一个好的这个了。咱们不是说某一个板块啊，咱们只是说电力板块的时候呢，牵扯到它咱们就提一提。那么更主要的呢，就是电网、电力这些设备的系统也好，还有它的啊，现在不又是虚拟电厂也出来了吗？就这些东西，包括绿色电力，我给大家看的这个板块，这不都来了吗？意思就是不管上游、中游、下游这些东西，只要是电力系统的，实际我们国家现在产业叫做升级嘛，还有一些个数字赋能、科技赋能的这些东西，只要说电力后面搁了个家，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家的问题了，现在都2个家甚至3个家。咱们说科技赋能是不是得加？那么现在电网改造，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啊，什么东西虚拟电厂又来了，又出了个家，还有呢，我们现在产业升级又出去加。所有这些东西只要说产业一跟着这些方面能挂钩的，现在都整出3个家来了。就这种东西呢，你别看它现在好像是高高在上，但是人家高高在上不下来，不就是它有它的道理吗？往往这种东西在上涨的时候呢，没有负担，没有成本，或者是说人家不用再怎么样往起拉就可以了，也就是各个资本啊，给这块比较有一定的共识。好了，在这儿呢总结一下啊，这里面我还要谈一嘴，就是新能源类的是不是也是涉及到电力的一大部分呢？我只是提了这么一嘴，大家可以把脑洞打开，到底哪些东西是在这方面有益的。但这个最主要的有益的，我还是说主营别变，还是说它得发电，如果不发电，别的呢还是白扯。你包括上下游的一些配套东西呢，他们是挺好，你比方说继电梯啊，包括咱们国家现在不就是碳中和、碳达峰要改造吗？不是说把电厂扒了重建，而是说技术升级。因为扒了重建呢，我们还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底气。扒了重建，那现在本来就亏空缺口这么大的电力，怎么样的去补充呢？所以说这儿呢，大家要听清楚，就是电还是不是说老的好啊？真的就是朋友还是老的好。那么电力呢，就火电还有这些老电厂，还真的是他们好，因为他们仍然承载着我们更主要的一个用电需求。那好，朋友们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小道加餐就是电力还有上下游的一些东西。我是古邦，喜欢古邦的加关注。那大盘下周怎么走，我们怎么应对呢？
我在周日的中午的时候有一个策略会，主要就讲下周大团怎么走，我怎么应对。另外明天我还有一个小道加餐呢，希望大家中午的时候啊也可以来收看，喜欢古邦呢可以加关注，到时候第一时间你就能收看到了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